作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一些小摩擦？肯定会有的。听谁的呢？还是听他的，他是逗哏，我想法再好，在台上他不说，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。一博特别感兴趣。一博，你是自己买票进去看过？对。都有哪些人？就是那个地瓜干挺好吃。就觉得说相声那个感觉劲劲的翘翘的就挺好玩的，劲儿真的。给我们演一个，就是你感觉最欠的一个表情是什么样的吗？我的天哪！